更有一种时尚年轻人谈恋爱的感觉，这样可以吗？华尔兹啊，就是要买啊买啊买啊买那种，要或不要，一直在徘徊那种感觉，就像叫华尔兹一样，暧昧游戏，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，是这样讲没错吧？那华尔兹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好像要又好像不要，就是要那个要拉来拉去的。对啊，就是很悠悠的，要悠悠的，不能太快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再来这首，不是黑风雷哦。我们的弦乐团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在你身边。
谢，喜欢你啊，这一首歌曲来分享给大家，然后。